今天有没有煎鸡蛋呢？有。你会煎吗？煎的太好吃了。好吃啊？那在家里煎的鸡蛋你为什么不吃？妈妈，我在学校，妈妈，我在学校我吃了两个还是二。是吗？吃两个。平时在家煎鸡蛋呢，煮鸡蛋呢，叫你吃你都不爱吃哦，自己煎的就爱吃了是吗？我可以吃。今天老师叫带锅去煎鸡蛋。妈妈。啊？今天我要画水母。画水母啊？嗯。还有大象滚。嗯，好，我们先去基地吃完饭回来再画，好不好？哦，又去。妈妈，这两天都去基地去聚餐。我们都跑呀。是吗？叫爸爸给你们打饭呢。今天我们的前台经理买车，请你吃牛排大餐。嗯，你给他们打饭吗？他们都不喜欢先喝汤的。香不香？哎，你这里碗里还有啊，吃完碗里先再夹。好吃吗？跟你妈一样那么凶，专门凶我。妈妈，蚂蚱不贝壳。嗯？蚂蚱不贝壳。哪里有贝壳？哎，我要吃莲藕。莲藕在碗里面啊，自己夹，这里面，自己用筷子夹。甜过了。那就三个一起做好不好？那我都中，那我都做了，然后小宝做的，然后哥哥做的。不玩的，你抓住地。你也没有这种。哎呀，我的位置不够了。平时人多都坐不上，现在没人了，随便你们坐。哇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抓住哥哥，摇吧。不是你，他们要这样转圈。抓住哥哥。之前他们都是这样转圈转圈。哥哥都保护你是吗，哑巴？啊！打到我头了！哦，你不要撞到弟弟哦。老师，快点！快一点啊！爸爸，不要快点，不要快一点，就说不会掉，他都不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甩出去！吐出去的。啊！要暂停！要暂停啦！你不做啦？我们来做，要做得快快的。你就是想做快快的，你什么都是要快快的。我帮你转圈好不好？不要，不，等一下用危险甩出去。你抓住那里怎么会甩住？好，慢一点哈。我们不玩了。就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快停下来！弟弟帮你停下。你要这样子出去啊，来，要把让一下，等一下会夹到你的，让一下，我就揍你了，要打到你不，要不要，我要打到你啦，呀，蠢，抓好啊，要不你别去，再撞到你不，哎呀，不要帮他，你他会撞到你的，他重重的，哎呦，抓好啊。你越动来动去，人家越容易摔跤。摔跤他都不舒服的，不是让他摔跤。短过去我就不拦。你看一下你后背的伤好没有？老师今天帮你擦药吗？